据韩媒体报道，因此前导演首次节目对导演金基德与演员曹在先涉嫌性侵女演员的事件进行了曝光。节目中提到的早年由金基德执导、曹在先主演的电影《莫比乌斯》以及《坏小子》再度引发韩国众多网民的关注和热议。Naver 电影等多个电影信息站被一分刷爆，民众难掩对金基德、曹在先恶劣行径的唾弃和不满。而金基德导演远定于今年上半年推出的新电影《人、空间、时间还有人》似乎也将遥遥无期。非凡娱乐整理报道。